係啊，佢哋出乎我意料想象之外啊，同埋我覺得即係佢哋嘅反應好好啦，即係無論慢歌又好，快歌更莫論呢一樣嘢啦，佢哋都俾足反應咯，即係同埋佢哋好投入啦，而且嗌 encore 又唔走啦，嗌到頭先我哋做訪問，佢哋都仲嗌緊啦。咁我覺得其實觀眾俾你嘅反應係最大嘅一個推動力，去再做好每一個 show。咁我都期待自己之後嘅 show 每一次都有更多嘅元素可以俾大家睇，因為譬如今次我哋做咗一個 catwalk 元素啦，咁亦都同我好中意嘅設計師 Kit Wan 去做咗一個 crossover 嘅一個音樂家時裝嘅表演，咁我希望帶呢一種比較特別啲嘅元素喺個演唱會度，令到大家有一種新鮮感啦。咁喺請嘉賓方面亦都即係有思考過，同埋有去即係諗過度過先至請嘅今次，所以都揀咗一啲自己係自肥中意嘅表演單位嚟到。咁好似今晚就係 Era 啦，咁佢哋不負眾望啦，非常搞笑啦，咁同埋係俾咗充足嘅換衫時間我啦，我好感謝佢哋做咗一個最佳嘅示範啦，作為一個表演嘉賓，係啦，即係幫我爭取最多飲水時間就係佢哋啦。即係你話下次點可以再唔請佢哋咧？要再請多次啊！呢啲。你哋唔係冇聽過啊？大家都應該聽過噶啦，大佬好嘢啊嘛！佢哋係咩咩 Feel TV 嘅吳啟華定係咩啊嘛？同埋係洪金寶啊嘛，係咪啊？即係阿肥仔係 Feel TV 嘅洪金寶啊嘛！即係佢哋即係佢哋講嘢又好笑啦，講國語又好標準啦，咁所以變咗令到大家都好有歡笑。即係每當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失意嘅時候，我都會開翻嗰一個訪問嚟到聽啊！即係多得你哋訪問佢哋啦，令到我可以有一條咁樣嘅片睇，而引發到我係要請佢哋做嘉賓嘅。因為我中意嗰條片係中意到一個點係咁，但係可惜佢哋啲歌我係冇特別聽到啦。但係唔係即係冇乜特別聽到，但係係真係中意佢哋嘅，因為我覺得識得搞笑啦，同埋令到大家開心嘅人咧，其實係而家社會好需要嘅。咁所以我都好想有呢種元素喺度，所以今次就邀請咗佢哋咯。阿仔有冇聽廣普訪問？邊個啊？阿仔啊！我仔？係啊係。佢未有得睇呢啲㗎，佢未可以接觸呢個世界嘅嘢住。我驚佢太早接觸咧，佢啲口音會似咗阿寶琪，咁就唔知點算啦。你知寶琪係好似係講緊唔知咩話咁樣㗎嘛？即係中國語加廣東話之間咁樣㗎嘛？係啦。如果他們肯唱普通話歌的國語歌的話，我覺得我願意咯，因為 我想這個迴響是會很大啦，還有即是一種新語言的藝術來啦，所以如果他們肯的話，我又何樂而不為呢？但合唱呢？合唱我怕我忍笑錄音要錄很多個鐘啊，即是其實平時對著他們都已經很辛苦了，即係佢哋係停唔到落嚟搞笑噶嘛，同埋我成日覺得佢哋係應該開 talk show 噶，佢哋開過噶，係邊個開啊？即係邊一個開？就係成隊一齊開。哎呀，我 miss 咗啊！好想睇啊！可唔可以再開啊？未入坑啊！而家入曬坑啊！即係覺得要追住佢哋啲訪問嚟到睇啊！強烈要求啊！即係我佢哋話佢哋係 Feel TV 地底嚟啊嘛，其實一啲都唔係咯，係而家係一哥啦，係咪啊？一億一哥啊？邊個一億啊？阿蝶咯，阿蝶啊！我票房一億，因為佢做嗰套《毒舌大狀》，咁冇辦法啦，真係要叫聲佢大佬啦。最中意邊個啊？哇！咁好難揀喎，全部都咁正，要揀一個啊？作為乜嘢先？男朋友咧？男朋友啊？我想我會揀阿肥仔咯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開工做嘢，佢最準時啦。咁都不勝啦，咁佢最準時。係啦，佢最準時啦，同埋佢係隊長啊嘛，我梗係揀個威啲嘅啦。咁老公咧？老公啊，一億喎，梗係揀阿D啦，一億喎，193咁高，我下下咁樣會好辛苦噶嘛。咁阿寶琪有咁多女仔中意，好危險噶嘛！佢話佢有好多女仔追佢嘅。係啊，佢爆料俾你。係啊，佢爆啊！佢話好多女仔追佢嘅，不過佢唔中意啫嘛。但我唔信咯。
我唔信佢講嘅説話咯，我覺得佢係會中意咯，係啊。兩樣都唔信啦。有啊，其實我哋 online、Instagram 咧已經好多 tag 咗佢同阿 Carl 叔叔嘅名噶啦，咁我諗佢哋收到啊，咁但係我哋覺得誠意係要加倍嘅，咁所以今晚都整多一個合唱版俾佢哋，等佢即係滿足一下同埋開心一下，收到我哋呢個好消息，遠方嘅一個禮物，係啦。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做的歌很多時候都是由心而發啦，大家是 connect 到的，即是感動，其實是因為大家能夠接通到咯，同埋明白大家的想法啦，咁我都希望繼續可以由心出發去寫多啲好歌跟大家分享，因為今年我自己都很想focus 在做音樂方面，因為我上年就只派了兩首歌嘛，咁主要的工作都去了做表演，咁我希望今年除了表演以外，在音樂上都多啲栽種咯，即係唔好忽略咗咁樣咯，係啊。是自己有沒有覺得都爭回啖氣咁樣？爭回啖氣意思是覺得直爺他們幫我們爭回啖氣是不是？都可以。我當然覺得是啦，即是香港人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國際視野的，還有他們其實填的東西是遠至非洲都還有人聽的，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有個 chart 是反映播放率的嘛，即其實是非洲的朋友都會聽香港的歌啦，有時 Rubber Band 去到外國那裡唱歌，那些快餐店都是會播我們的歌啦，所以其實真的不要 忽略或者看小香港人的能力啦，所以我覺得即第一次入圍我恭喜他們，也都希望越來越多香港人可以衝出國際做到更多好成績咯。之前看 Story 真的有家餐廳播你的歌？是啊，真的有啊，不是開玩笑的，非洲那件事是真的，即係好難講㗎，即係有時啲嘢可能啱佢哋聽㗎，啲山區嘅朋友嗰啲都可能中意聽㗎，係啊，好有感受㗎，你忍唔到笑啦係咪啊？好辛苦啊！我唔係吹水㗎，真係有人聽㗎。會唔會開咗話去非洲啊？非洲如果真係有 market 嘅話，我又唔介意去啊！即係我覺得非洲唱廣東話歌，我都算係第一人啦。如果真係做到嘅話。即我都想 break 下啲 record 噶嘛，我想行前啲啊嘛，做人係咯。咁而家咪交人啊？大家啱啱問你，你係咪翻嚟㗎？唔好聽佢講嘢啊！佢成日講呢啲嘢，其實係扇我㗎。即係我點可能咧？我日日都翻屋企㗎嘛。佢咁樣講會導致到你哋大家覺得我係唔翻屋企㗎嘛。即係問我會唔會翻去咧？我覺得大個仔咗咧，開始會整蠱媽咪系列係會有咯。佢掛住我嘅，不過佢都慣嘅，因為佢知道我即係做歌手咁樣，佢好明白嘅。而家啲細路好成熟㗎，即係知道你去開工做嘢就唔打攪你。你頭先見到佢都好自在咁樣 say 個 bye 咁樣就走啦，即係只不過係問我一句翻唔翻嚟啫。呢叫上埋台都唔得。上埋台，我要訓練下佢先喎，因為佢暫時。仲未係好可以唱到曬成首歌嗰啲咁樣咯，即係我希望到佢訓練有素嘅時候，先至將呢個武器可以同大家公開。佢有冇最中意你邊首歌，或者成日喺屋企唱？有，佢最中意 freedom， 因為可能佢好辛苦啊，生活得，所以佢好需要 freedom 啊，所以佢成日都唱 freedom 噶，佢識得唱曬成段啊。如果佢再唱埋 chorus 嘅話，佢就可以出道啦。佢就可以出道啦，咁我就可以退休啦。其實我嘅目標就係咁樣啫嘛。咁係咪想阿仔十八歲嘅時候再唱多次呢一隻歌？十八歲唱咩歌？唱 freedom。十八歲佢應該好 free 噶啦，佢唔使再唱 freedom 啦。佢我諗佢眼尾都未必睄我一眼啦。咁佢睇完呢個 show 有冇話俾啲咩評語你啊？或者我個仔冇評語噶，早啲唞啦。媽咪好靚，佢呢啲唔知係咪真心説話，佢成日都講嘅，逗得我好歡喜，咁佢就會可以獲得一啲零食咁樣咯。佢係會講嘅。即係你次次都係喐嗰啲咁嘅嘢。係啦，因為佢講完之後，我又會好順攤咁樣咧。
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啲小朋友係好醒目啦。咁都係好嘅，即係醒目都有醒目嘅好處嘅。即係起碼唔好，因為佢細個嘅時候，我有擔心過佢發展遲緩咧，因為佢講嘢好慢先至講啊。咁我帶咗佢睇嗰啲語言治療咧，點知而家講嘢叻過我啦，所以我就完全唔需要再擔心啦。嗰個仔仔有冇表演欲啊？佢有表演欲嘅，你睇下頭先你哋叫佢錫，佢錫咗幾多啖？佢表演錫頭先嗰下都好盡情啊，錫到我面都歪埋啊頭先。好 sweet 嘅。係啊，但我會好珍惜咯，因為我聽人哋講大個少少就唔會有呢啲噶啦，所以就有得錫就好錫啦，咁咯。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